一宿，你的眼神不要把你给留，爱情让我有一有啊，斗鱼禽兽局，嘿，这个斗鱼禽兽局有点搞头，斗鱼禽兽局碰到了真的斗鱼禽兽局，假禽兽局，真禽兽局，等一下进去我和他调侃一下，问问他，偶像啊，开搞开搞，等一下看一下他厉不厉害，看一下，哇好卡，看一下他会不会就是冒充我，还是就是粉丝取个一样的 ID 而已，丢一丢，哎脸不出人呢，哎有一个，沙油拉拉，啊听到酒吧有个脚步。别把你上不去的兄弟，这个人可能会走中路来打我，但是这边 A 包点要瞄一下，可能要下包了。他们家刚才那边好像有个脚步了，听到有个残木板的声音。刚才应该我打二点那个人的时候，他就在二点那边残木板。A 包点怎么还不上？肉，开玩笑。救一救！哎，宝点快上啊！这个时候，这个残局最不好搞。不错的枪法。你看这样，我下来的时候，他很可能就上去了。哎，有红明，哎，应该在下包了。死！下包，下完包有本事别站起来呀、啊。Q。清楚，明白。改天有空出个视频，教你们怎么丢这些鹰眼的道具。小白方。这样打扫的人差点就失败，丢一丢，拆包了拆包了，我问他一下吧，禽兽居偶像啊，因为他刚才没有鸟我，我们还是打字问他一下，没拆除，没有，我这个是骗人的，我是假的，怎么不杀人嘲讽一下，他说他是假的，这个人其实还蛮有意思的，呵呵，爆头！哎呀，水了！来瞄，瞄！妈的，应该直接拿手枪。你看，拿手枪就好搞。小回拐应该有一个，被打死。巨人！门里面，开玩笑。我来挑逗他一下。我还以为是禽兽区呢，白高兴的。兽哥不是我们这个区的吧？兽哥。兽哥不是我们这个区的。调侃一下，调侃一下。打带打，哪个区都打。啊，他说我是湖南区的，兽哥是湖南区的。这把你还跑得掉？虚无，看，秒秒，爆你龟儿头，秒，打他们就跟玩似的。刚才这个水友说，瘦哥不是说快要回来直播了吗？这个水友是真的蛮老实的，我像不像他？就问你，他说像像像，笑死我了，秒。叫我低调点，对面我低调个锤子，哈哈，再跟他说，你看出来了吧？50块钱一天，666，不跟他扯淡了，等一下搞定他了，不过还是要告诉他，记住这个号。其实我是蛮想跟他说。其实我是蛮想跟他说，就是我本人的，算了，说了也不会信，平常什么都说过，算了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看完视频一定不要忘记数字三连哟，嘿嘿嘿嘿。好的，来介绍我们的 CF 官网老兵回归福利，在浏览器里面输入 CF.QQ.com 进入 CF 官网。
然后点击这个超强奖励限时领取，然后一直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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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下拉。好的，到这个领取框的时候，在界面里面输入5391916，然后点击这个领取就可以了。赶紧来领取老鸟福利吧。